大家晚上好，那么新加坡学员们晚上好，中国学员们晚上好，好久不见。那么大家知道，老师刚从法国回来，所以上两个星期是老师播老师的纪录片给大家看。那么今天呢，就是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时间了。那么非常感恩大家抽空。
抽空来看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那么现在跟学员们打个招呼了。那么 Joanne 你好 ，Jennifer 你好，莱伊你好 ，BPPB 你好 ，Jess 你好，晚上好 ，Iris Dawn Esther Lillian Jessica Shuto Mac King Fat Shirley Dawn Violet Ken Chong Angela Tom To Shuto To Josephine Joan Xing Yi Andre May Hui Ying Kong Kok Cheng Jackie Jennifer Priscilla Lester Ying Tam Felicia 大家晚上好，还有 Zania Joyce Christine Anne Sophia， 还有 Wan Ming Anne Lee Annie Hui Kian 周学员 Wilson Yvonne Jazz， 哦，这个全部都念了，所以大家晚上好。好，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播，是讲如何为自己开光。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啊，这个神奇吧？还是好奇，还是觉得很这个题目很新鲜？什么叫做为自己开光 ？Metan 你好 ，Violet Julia Eric， 大家好 ，Maggie Lily Yvonne， 大家好。所以大家你看这个 PPT 如何为自己开光，会觉得是不是很新鲜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取自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老师从法国从那边真正 Andre Hello 感触非常非常的大哦 Esther 你好，感触非常的大，所以老师觉得应该快速的帮所有的学员跟现场观众们如何怎么样子呢走上更好的命运啊，如何改变最快的这个命运呢？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节目是超级无敌重要。为什么呢？老师会发很多的小视频给大家看这个法国的这个大家晚上好啊，这个堪城 Cans 的这个状况跟这个法国他们的这个情形是如何的，告诉大家老师真的人生第一次呢走这个红地毯。那么大家一定要相信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这两年呢跟大家一样都困在新加坡，不过老师也跟学员们都很用功的用香。那么老师讲过一句，只要能量场一提高，那一个阶层的能量场的人事与物会跟我们结合链接在一起的，这个是绝对的道理。所以一句英语英文的这个一句话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 同频率的自动会吸引同频率的事与物与人，所以这一点呢是根本不会假的了，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这两年呢，老师一直很用功，跟大家一样，老师非常的用功用香，啊，那么非常用功用香的时候呢，频率一提升呢，很莫名其妙的，老师外国的朋友就邀请老师就走这个红地毯了。那么为什么走这个红地毯呢？是因为老师这个朋友是 producer， 是拍戏啊，拍短片拍纪录片的 producer 啊，要老师跟他一起上这个红地毯，所以呢他也拉老师去拍这个纪录片，所以这个因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所以告诉大家，大家努力用功之后呢就不要想太多，让宇宙帮我们安排最好的怎么样呢，最好的这个应该讲是最好的安排，让宇宙给我们安排出一个非常光明的大道。所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学习这一点的。 Iris 你好， LV Melvin Joyce Camille Helen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所以呢大家会看了淡火老师的这个小视频的呢，会我觉得会更加的感触到哦，原来高频率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重要呢不是要去怎么样子的去盼望要认识大人物啦，还是要自己要怎么样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做好自己。什么叫做好自己呢？自己一定要非常的用功，以不同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磁场频率跟光环。所以今天呢如何为自己开光呢，老师就为大家复习一下。
以下呢，大家一定要抄起来，要用功抄起来的，如何帮忙我们每一位呢，增加我们的光环频率跟我们的磁场了。因为只有这么做，才可以改变命运。没有第二条路比这个老师介绍的更短的路了。这个是已经是老师觉得是非常缩短、非常快速的路，所以老师一直在强调，一直在为大家强调复习。等等讲了又再讲，为什么呢？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老师讲过了，要不要改变命运是自己的事了。如果你不改的话，老师没办法逼你，老师会最民主的。为什么呢？你想改老师也会帮你，不想改老师也 OK。 为什么呢？因为命运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自己呢一定要胜权在握，命运在手中。所以呢，不要浪费时光，不要浪费光阴，更不要浪费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这个非常重要的。 Jeremy 你好， Boonway 你好。好，那么我们就继续讲我们今天的课题，非常的重要，如何为自己开光。那么大家一定有听过，在什么宗教呢有讲过这两个名词叫做开光。开光在什么宗教里面用的呢？所以呢，大家一定会知道开光呢在两个宗教呢是非常的熟练。是什么呢？ Angie 你好，KN Yao 你好， Catherine Low 你好。传统的道教跟传统的佛教，那么传统的道教跟传统的佛教呢很经常用这两个字叫做开光。那么以前呢在佛教界里面呢是没有这个名词叫开光的，是因为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道教的这个文化呢，这个就是跟佛教呢这个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佛教也借用这个道教的名词就会开光了。那么这个开光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拜佛，就是雕了佛像，或者道家呢雕了一个神像，然后要拜之前呢会请法师们，会请道师们呢就点眼开光。好，点眼开光。那么这个点眼开光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开光的意思待会儿老师会告诉大家。那么大家呢都会知道，在道家里面呢的开光就是为佛教开光。那么这个照片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就是道师们呢就是点眼开光这个佛像了。过后呢佛家们呢也用这个开光，为什么呢？是因为大众们的要求，大众要门的要求呢，就看到道家的道长为佛像开光，神像开光。那么我们拜佛的时候呢，法师们到底懂不懂开光？那么过后呢，以这个传统的文化慢慢的熏陶，那么佛教的这个法师们呢，也渐渐的学如何的开光了。所以呢，佛教现在呢也有这个开光仪式。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照片，以下的照片。佛家们呢就是一般的显教呢就以镜子来做开光了。就是拿一副镜子呢给大家开光。好，那么新会你好。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那么可是人真的，我们的脑又好奇怪，只看一面呢有时候没办法360度看，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去看。那么最重要是什么呢？在这个开光的这个仪式或开光的含义来讲的话，大家只想到为佛像为神像来开光，那么都忘了为自己开光了。很多人就觉得我们人活生生的怎么需要开光呢？其实人是最最最最需要开光的。为什么呢？只要你懂得为自己开光的话，就等于怎么样子呢？你就提升你的能量场，你就提升你的光环，你就提升你本身的磁场频率了。如果你不懂为你自己开光的话，这一辈子你只有在你的那一个频率里面生存，没有办法脱颖而出，没有办法脱离你现在的轮回。哦，你没办法脱离你现在的轮回。其实佛家讲的，道家讲的一个很正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要脱离什么轮回。这个轮回不只是讲生跟死，那个是太久了。其实我们的每一天一睡就死，一醒就是生，每天都在这个轮回，一生一死轮回在每天的这个真理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想生死那么遥远，我们先想每一天的生死的轮回如何怎么样呢脱离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呢？例如我们的频率很低的话，我们隔天就要提升我们的这个磁场，比昨天更要强，比昨天更要高，才叫做脱离我们的这个轮回了。如果十年前的你跟十年后的你都是一样的状况，我告诉你，你在浪费你的十年。为什么呢？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最多给你九个十年，最多给你十个十年。一般新加坡人的寿命呢到85岁，所以我们是就88个10年加5年，哦，没有多长的生命。所以十年前的你跟十年后的你还是这样如此的话，老师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浪费生命的了。为什么呢？老师每次告诉学员，尤其是今天老师也告诉学员，昨天也是，做人最高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做人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提升我们的磁场，没有别的，提升我们的光环，提升我们的频率。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好，不能一年复一年，一天复一天，频率还是一样，就是浪费光阴了，就白活一场。好，老师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都忘了为自己开光，那么需要为自己开光吗？只要你要活得更好的话，为自己开光是必须跟绝对要的。除非你安于现状，安于现状是什么呢？就是懒惰的现象。安于现状就是懒惰的现象，所以老师最不喜欢懒惰，老师最怕懒惰。为什么？老师觉得懒惰是最大的罪恶了。哦，懒惰是人生当中是最大的罪恶。为什么呢？在中国文化里面讲过一句话，人不能懒。为什么呢？因为天已经做给人看了，天比人更用功。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不会请病假而不生，不会因懒惰要贪睡，它就不会生。太阳每天向东方升，为什么呢？从来没有停过，因为它教导我们人类一定要用功，一定要奋斗，不可以懒惰。所以在中国文化的这个道德，这个易经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懒惰是最大的罪恶。所以老师很研究这个文化嘛，所以老师本身是不敢懒惰的，因为老师觉得懒惰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子啊，对自己非常的浪费，对自己非常的不敬，对自己非常的不尊重，对自己非常的怎么样子啊，很讨厌的一个坏习惯，而且是对自己是一个谋杀，这个就是懒惰。所以人不能懒惰，因为天已经给我们看了，太阳每天升，从来没有请病假。所以这点呢，我们一定要学宇宙的真理。所以呢，我们本身呢，一要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话呢，就要为自己开光，这个是必须的。那么什么是开光？就是把正能量传送到你要加持的物品，这个就是叫做开光了。那么为什么要请法师来开光，道士来开光你的佛像呢？因为你要借用法师道士的法力，他的正能量，把宇宙的磁场灌在这个佛像神像里面呢，这个本身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开光。哦，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吗？这个叫做开光了哈。好，那么呢我们就继续讲了。好，那么什么是为自己开光？那么大家觉得是什么是为自己开光呢？有没有答案可以放在脸书里面？怎么叫做为自己开光？谁懂这个答案？谁懂这个答案？就把这个答案写在这个脸书里面。那么为佛像开光是什么呢？就是把正能量放在这个金身上面。那么为自己开光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提升我们自己的怎么样频率光环了。为自己开光的意思是提升自己的频率光环，所以我们看世间，对世间的这个脑袋不要太狭小，不是为东西而开光，最最最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开光。为自己开光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增加自己的光环跟频率跟这个能量场。那么开光一次就够吗？不够的，是每一天都要为自己开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无限的空间去进步去升华，这个为自己开光呢简直是不能停的。
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为自己去开光，增加我们的能量场跟频率。所以记得开光不只是一次，而且对自己开光呢是要每一天去开光，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什么是为自己开光？就提升我们这频率跟光环，就是为自己加分的意思了，为自己加分。那么加分越多，光环越大，能量场就越大了。那我问大家，我们要每一天是为自己加分还是为自己减分？如果你每天醒来抱怨，看不到未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爱你自己的话，那么你又懒惰的话，这个是每一天都为自己减分的了。那么你也减分的话，你本身的频率就越来越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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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糟糕了。神仙也救不了我们的，真的，神仙也救不了我们的。唯有神能够帮谁呢？帮助他自己对自己很勤奋的人，神明才会帮你。所以我们每一天做好本分，一直加分加分加分，每天为自己开光的话，宇宙一定跟我们链接，帮我们扶我们一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重要是什么呢？每天如何为自己加分，这个呢也就告诉自己每天为自己开光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现在我们就讲神，神本身有什么，大家知道吗？神本身有什么？谁懂这个答案？神本身有什么？谁懂这个答案啊？学员们，谁懂的可以在脸书上写这个答案。神本身有什么？好，那么老师就直接讲了，神本身有神格。那么这个神格呢，分为两种，一个叫做什么呢？一个叫做高的神格，一个叫做低的神格了。那么有些人说神有光有 light， 神有法力啊，那是真的。不过真正来讲，神就分这个，就是格，就是你的格，神格是属于高的还是低？那么高的神格叫做什么呢？在道家的用词来讲，就叫做大罗金仙了。那么大罗金仙呢，叫做神格高。在佛教界里面来讲呢，什么？神格比较高呢，是从罗汉再高就是菩萨，菩萨再高就是佛，所以神格也是这么分的。所以呢，不管我们人的有形跟无形的话，都有分这个东西。那么神跟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神跟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有一样的东西，神跟人都有一样，神有神格，人有人格。人格也分两种，一个呢叫做高的人格，一个叫做低的人格了。什么叫做高的人格？高的人格呢，看似对视完全跟低的人格完全不一样。老师讲过很多次，不过老师再重复一下，高的人格是怎么样呢？他不会省钱，他会存钱。低的人格呢，是要死，他不懂的，他就是相反的，他要省钱，不懂得存钱。这个两个就不同的格了。什么叫做成功的人、有钱的人是不省钱而会存钱呢？就是说，任何一切世界上对他有利益的、有利于他的呢，他手不软，他会花这个钱来为自己创造机会跟未来。这个是不省钱，可是有了这个智慧，他就会存钱的。穷人是什么呢？穷人跟失败的人或负能量的人是什么呢？再好的东西在他的眼前呈现，他都不要去享用这个东西，要省起来，不要花。这个叫做穷人、失败或者是负能量的人了。他为了这个省这个小钱，失去一个很大的机会，这个叫做什么呢？低人格了。这个就叫做低人格了。所以呢，我们做人呢也要非常的清楚，高人格所看的东西跟低人格所看的东西，完全看一个事物是两个面去看。所以高人格的一定成功，低人格的绝对不成功的。为什么？思想已经怎么样呢？贫穷，思想贫穷了。那么老师再举第二个例子，例如说你看那个东西非常贵，那么你觉得这个东西很贵，你要怎么样呢？高人格的人看法是什么呢？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是不贵的，只是你赚钱的能力高与低而已。所以高人格的人会向自己努力奋斗，
去做到那一个频率，他以后就可以买下他所要的东西了。所以呢，他不是会怪那个东西会贵，他只怪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会向自己这个用功奋发图强去进步自己了。那么第一人格的人就不一样，这个东西很贵，哎呀，这个东西很贵，算了，不买了。哦，他不会反省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且去怪别人事与物说他贵，可是被怪自己是懒惰。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高人格的思维跟低人格的思维，两个是活在不同世界的思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学员跟观众们呢，一定要把我们的人格呢一天一天的往上升，看东西的角度也要往上升。所以绝对是不能是低频率的人的想法，不然这一辈子是绝对是不能成功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以后人家问我们神跟人有什么一样的呢，有什么共同之处，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答案了。神跟人的共同之处一个字就是格，格，神有神格，人有人格，不管是神还是人都是怎么样的呢，都是有高与低的。这个不管是看得到的世界还是看不到的世界都一样，在这个逻辑里面的生存没有变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得接受，我们都得接受。所以格是讲什么呢？格是讲 class， 英语是讲 class， 如果是翻译的话，格英语的是讲 class。 那么呢，如果格调比较高的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搭这个 business class lane。 如果一般的格，一般的格的话，什么叫做一般？一般的意思英文就叫做 economy， economy 就是叫做一般的。所以呢，如果你的人格高，神格高的话，例如是以 class 来算的话，举这个例子， business class 的格一定是比较高， economy class 的格就是一般的格。那么呢，怎么来看这个环境频率跟磁场呢？ business class 的 seat 就是这个如此，看这个照片，这个商户舱，商户舱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商户舱比较贵？因为一个商户舱的一个椅子就替代了四个 economy class 的 seat， 一个商户舱哦，一个人坐的商户舱就替代了四个这个经济舱的这个座位。所以为什么它那么贵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呢，大家就看这个 economy class 叫做一般，这个一般的这个格的话，一般的格就叫 economy， economy 也叫做一般了。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椅子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都是一般的椅子，一人坐的。好，一人坐的就一般嘛，平常嘛，平常每个人坐的椅子就是一般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一般的频率，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一般的频率叫做什么？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屁股一个椅子。可是呢，如果格调一升上去的话，就怎么样呢？一个人一个屁股，可是有四个位置。又有四个位置让你享受怎么样呢？让你享受这个大的空间。所以大家在这个 PPT 可以看到，你的人格高，神格高，一定享有比一般人更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问大家了，大家想做 economy class 还是想做 business class？ 所以呢，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每一个人都要做 business class， 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宇宙的道理就是这样。什么道理？河是往哪里流的？河是往大海流的。为什么呢？这个河里面呢，一定要成长，它的成长就是要归于 广阔的大海，无边无际。人是不喜欢也不可能是在一个小的格局里面，没有空气没有翻身的 地方给它能够发展。人不是在这等类的动物，或者是比较有智慧的这个类。所以呢，人跟宇宙都是非常一样的，跟宇宙很多的万物都是一样。是什么呢？河水往下流去大海。为什么呢？它要归于大海的广阔的这个边，广阔的这个空间。人也一样，人往高处爬。人往高处爬是什么意思呢？人要像天那么广大，所以人就往高处爬，水就往低处流。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理。
人要什么？要提升能量场，就是要好的东西来享受，要好的东西来进步，要好的东西来挑战自己的极限，这个是人的品质所在。所以呢，人是怎么样？要从 business class 要做到这个 economy class， 升华到 business class， 再升华到 first class， 再升华到什么呢？大家觉得最高的是升华到什么？老师喝口水，大家有就写在 Facebook 里面。人的格是怎么升？从坐飞机看 ，economy class、business class、first class 已经很少了啦，就 first class 不讲了。After business class 再升，我们的人格升的时候，就升到最高是什么呢 ？Private jet 私人飞机了。Private 对，哦，那个永我讲得很好 ，Danny 讲对啊，家里讲 private jet 是真的。人的最高的格就是 private jet。那么另外一个呢，老师要举一个例子，在新加坡是这个例子呢，一般叫做一般格 economy 是住在哪里呢？就是政府主屋了，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住得起的。那么政府主屋一上格的话是住哪里呢？肯定是住公寓的了。那么公寓一上格是住哪里呢？就是住 penthouse 的了。那么公寓要再 upgrade 要去哪里呢？就是有地的别墅了，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子，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水河流往大海流，水往低处流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归于大海的。人本身跟水一样，也要归于大海的。什么叫归于大海呢？就是人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就要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好了。可是很多人不懂的方法，如何怎么样流去大海。所以呢，老师尽量能够分享老师所知道的，如何把我们流去大海，就是创造我们的美好的未来跟将来呢，就是为自己开光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是超级重要的。好，据开光的真正的这个含义跟它的意思呢，叫做居足万德庄严相，这个就是改变命运、改变磁场、增加光环，只有这七个字：居足万德庄严相。人的磁场一上，人的品德一上的话，你就居足是什么？拥有万德庄严相。万德庄严相是什么呢？每个人看到你就欢喜，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为什么？因为你很正能量。每个人很要靠近你。为什么要靠近你？因为你具足万德庄严相，谁看到你就带给那一个人开心喜悦感。这个呢就是做人最高的能量场了，最高的能量场。例如说有很多很多的大师，很多很多的大师，人家一看到他就充满喜悦，就很想跟随这个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具足万德庄严相。哦，所以世界上的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呢，其中一个呢，具足万德庄严相是谁呢？很现实的例子就是明星了。大明星们具足万德庄严相。为什么呢？这个明星一出来，每个人疯狂尖叫。这个看到他会昏倒。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因为大明星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有居足万德庄严相。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频率有多高，你就要问你自己了，人家会不会接近你？如果人家不接近你的话，人家不喜欢跟你在一起的话，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频率很低，光环很暗，就代表你平时没有为自己开光，人家都不要靠近你。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贵人了。如果人家很喜欢靠近你的话，你本身就有这个居足万德庄严相，人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就在人生当中就非常非常的成功。就非常非常的成功了。所以大家背一背这句话，为自己开光就是为自己加分，就是为自己居足万德庄严相。所以上老师的课可以学到很好的华语，
好，所以孩子们，如果你不想学华语，上看老师的直播，你可以学到非常好的华语。好，所以大家背一背，为自己开光，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mission 是做什么呢？居足万德庄严相，这样子呢就会提高自己的频率跟磁场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背一下。那么再接下来，具足万德庄严相，注定我们今世以及来世的命运了。为何有些人那么幸运，可以投胎到好人家、富贵人家，还是大姓之家？今天老师告诉大家，大家看这个 PPT 一下，具足功德庄严相，注定我们今世跟来世的命运。为何有些人那么幸运，可以投胎到好人家、富豪的人家，还是大姓之家了？老师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如果你这下一辈子你要好命，你下一辈子要好看，你下一辈子要聪明，你下一辈子投胎在好人家、富贵人家或大姓之家的话，这个节目你必须要看。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辈子的磁场，你这辈子的磁场会注定我们下一辈子的投胎，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这一辈子很懒惰、负能量，想什么都坏的，全世界的人都对你不起的，那么全世界都坏的，你就是最对的话，好吃懒做的话，我告诉你，你下辈子投胎的家庭就是你现在磁场的。严不严重？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在经书里面有一句话讲什么？一世定五百。我们这一世呢，已经注定我们五百次的投胎了。严不严重？超级严重的。一世定五百。所以呢，我们这一辈子的磁场就注定五百次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我们如果会懂得计算的话呢，这个叫做这个磁场经济学啊，宇宙经济学来讲呢，这辈子我们一定要每天为自己加分。除了为自己加分呢，就创造我们的正能量的话，我们临死之前，百岁之后，临死之前一死的那一时刻，我们的磁场如果到达很高的话，我告诉大家，恭喜你哦。第一则，投胎做人，在富豪人家，你又聪明，你又漂亮，你又有钱，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你的磁场建得非常的强大，你的下辈子投胎就非常的棒。这辈子的频率很低，磁场很低，光环很暗，你一死了之后没有机会再翻身了。你一死了之后呢，怎么样呢？就投胎到哪里呢？穷苦的国家，贫民的家眷，又笨又丑又没钱，就完了，没有人可以帮的，神明也帮不了我们。为什么？因为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情来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智慧，为自己的孩子要教育的好。你为什么要成长，要做一个好人？因为你为你自己加分，不但是今世，来世也非常重要，更要告诉自己，我们下辈子要投胎去怎么样的家庭，要拥有怎么样的自己。哦，我们先不要讲成佛成仙等等，先讲做一个伟大的人物，哦，就是正能量的一个人物。起码我们要保住我们的下辈子，好看、智慧，然后呢，心地善良，再来投胎在一个好人家、好国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重不重要？超级重要。大家不要像一般人眼光独浅，目如曙光。眼光又短浅，目如曙光是代表什么呢？眼光像老鼠，只能看那么小小的范围黑。所以不要眼光短浅，这个目如曙光，我们一定要放远。不但今世要好，从今世的能量场带来下一辈子都能够投胎在好的家庭国家，又聪明又好看又有钱，所以不要，每个人都要的。所以呢，我们就看我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是不是好看，我们是不是聪明，我们是不是有钱。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什么？我们上一辈子的频率不高，上辈子的频率不高，这辈子还懒的话，我告诉大家没戏唱了，真的没有戏唱了。
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之人，我们不可以做这等人。后天又不足，今世又失调，你严不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不能做后天不足先天失调之人，所以我们更加的用功，这一辈子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空间，每一天为自己开光，每一天增加自己频率跟光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呢，你今世的磁场会注定你来世的投胎，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我们要加紧的勤奋跟用功了。好，那么如何为自己开光呢？有几种好方法为自己开光。所以呢，老师讲的问题一定有方案，所以这个是以下的方案，所以大家一定要写，要记，要记住，要如何每一天为自己加分跟开光，提升自己的频率，今生好来世旺，就是以下的这个方法。所以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方法，要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第一个。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圈周围的人对你是负能量，没有正的话，要远离他们。为什么？他对你是减分，没有加分的。我要做这个东西，你的朋友说不可以，不好，你要做这个东西，他就扯你后腿，不要做，很危险。我告诉你，你要远离这些人。你只要 目标对，你勤奋用功的话，你的朋友，你的家眷，我鼓励你，你去做，这个才叫正能量的人。而且你周围的你成功，每一个人都欢喜你，不是你去跟那些妒忌心很重的在一起啊，你成功你有钱，哎呀，他很妒忌你，他看你不爽要扯你后腿，你要远离这些人。真的选朋友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呢，在我们的华人文化讲什么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要选对朋友。近朱者赤，白的就是白的；近墨者黑，把一个东西放在墨里面，你就成黑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佛家也是讲过，叫什么？要和三智士在一起。什么叫三智士？就是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只有这样子，才可以为自己开光。记得每天，如果你每天或者相聚是跟正能量在一起的话，我告诉你，恭喜你，你就是为自己开光了。为什么呢？大家彼此鼓励对方，大家都是讲好话，没有讲坏话的。哦，但这个是不是非常棒？超级无敌棒的。所以老师会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就是老师在法国什么叫做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的小视频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听到吗？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听不到呢。老师是在讲呢，老师去那个上那个红地毯的前一晚有一个宴会。那么前一晚这个宴会呢，就是以下的这个状况。好，老师再把那个声音转大，看可不可以？已经是 maximum 了。这个是没有声音哦，老师觉得为什么没有声音啊？奇怪。那么老师讲的就是说，大家晚上，那么老师现在 Cans 在这个前一天，就是今天，在这里呢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非常非常棒，跟很多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啊，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跟善这个正能量的在一起呢，就会提升自己，会为自己开光。好，那么呢这个呢也是给大家看啊，大家这个正能量在一起，在这个法国啊，在这个法国啊，哎，老师这个电脑也不懂为什么怎么没有声音啊，哦，给大家看吧，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全部呢就是走红地毯的人，世界的富豪，世界的有名望的人，全部会在这里，哦，在这里聚会。然后呢，明天就要走红地毯了。这些都是世界上的富豪哈。那么老师会把这个呢放在 Facebook， 所以大家可以看老师的 Facebook， 跟什么的 Facebook 呢，就听到这个声音。好奇怪，为什么没有声音？我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这个就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好，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这个老师的是在Cans 之前跟好朋友在一起，好，跟好朋友在一起。啊，这个也是听不到了。不过在 Facebook 老师在播啊，这个就是以好朋友，因为老师的这两朋友都很高兴。老师那天早上那天下午会走那个红地毯，所以呢这位两位老师的朋友呢都很恭喜老师，很久没有见到他，两年没见，因为疫情，所以很开心的在一起，很开心的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不到声音，老师今天 try 很多次声音都很 OK 的，不过呢没关系啊，老师会把这个视频放在 Facebook 大家看一下啊，多啊说多了解一下，那么老师先把这个小视频先放给大家看。好，那么呢第二个方法，去高能量的聚会。第一个呢，平时要跟正能量的朋友在一起，大家一起成功，大家一起成就哦。那么正能量的人是谁呢？就是你附近给你鼓励的人。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 Shambhala Kodo 所有的学员都很正能量，我们一直彼此沟通交往的话，也创造出正能量，也是为自己开光。那么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去高能量的聚会的了。那么高能量的地方或者聚会呢在哪里呢？就是充满正能量的地方。其中一个老师每次开玩笑，不过也是真的，就是来到我们中国新加坡的香道馆，就是正能量的地方了。哦，还有聚会，还有去高能量所的地方去聚会的话，也是为自己开光。哦，也是为自己开光。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去高能量的聚会呢，是为自己开光。哦，那么呢，我们有一个聚会，曼达拉方 NFT 的聚会会在七月举办，在五星级的 Sheraton Tower 举办。如果有学员们请了参加我们的曼达拉方 NFT 的话，我们七月邀请卡现在在做，会给大家邀请。那、邀请是怎么样呢？谢谢June 校长林老师，欢迎回味 ，Cheers。好，那么呢，我们在七月呢会举办这个 Sheraton Tower Fine Dining， very 很 atas 很高级的晚宴。NFT 的曼达拉的 member， 那么请大家留意七月，这个也就代表去高能量的聚会场，充满了这个正能量，也是为自己开光的了。好，那么老师介绍一下，在法国这高能量的这个聚会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听不到，可是老师讲一下，就是说老师今晚呢，就是参加这个宴会啊，这个宴会呢充满这个非常正能量，非常高能量的很多高人在里面啊 ，Sheryl Stone 啊，很多的大公司的老板啊，亿万富豪啊，千万富豪啊，世界的首富呢都在这里面，所以大家看这个现场直播，这些全部老师的后头，这些是超级超级有钱的人，不只是来于法国，来自瑞典，来自意大利，来自加拿大，来自美国，全部共同聚在一堂，全部共同聚在一堂，你就知道全部的人的能量场是怎么样的，高到不行，真的是高到不行。所以大家呢是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老师在法国在这个巨大的这个能量场里面，大家看这个晚宴的里面的，这个就是晚宴的里面，全部这些都是大人物，全部都是亿万身家，千万富豪。你看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脸像，还有 Sharon Stone 是穿红色的，你看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脸像，他们的那个霸气，我告诉大家不可思议。那么里面有谁呢？告诉大家，里面呢有在法国非常有钱的亿万富豪，他的 hotel 叫314，他也是在这里面，他拥有在法国拥有很多家的酒店，还有呢在法国呢，在 Grasse 就是说香水之村，在整个欧洲的香水之村，在法国的一个区叫做 Grasse， 那么里面呢有一个古老的香厂，是他曾祖父所创下来的香水厂，那么一直传下，在法国有十多家，那么现在
传给他的曾、这个曾孙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儿五十一岁哦，当天他也是参加这个聚会。那么老师在那边认识谁呢？认识Croatia 在欧洲的其中一个国家，很漂亮的一个国家，认识他前任总统。那么那个菲律宾的这个公主，一个族的公主，老师也认识。那么认识那边的千万富豪跟亿万富翁全部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在马路上是碰不到他们的，你在哪里也碰不到他们的，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够碰到他们。什么地方呢？高能量场的地方才能够碰到他们，不然的话绝对看不到他们的。哇，非常的夸张的，我告诉大家。所以老师为什么要把这个视频给大家看呢？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老师所体会的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怎么样的。全部正能量的人在一起，高能量场的人在一起，创造那高磁场的又是怎么样的，就是老师所发的这个视频了。好，所发了这个视频。好，那么这个呢是老师，现在大家看这个视频呢，是老师要走红地毯之前，走红地毯之前，这些人跟老师走红地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都是世界名人跟亿万富豪千万富豪，全部都在那边。大家仔细看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脸相，他们的装扮，很不可思议的，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的，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哦。所以大家看这个视频，你看哦，非常的不得了，非常的不得了。那么这个老师这个照片大家也看了，在这个 Facebook 啊，老师走这个红地毯，全部这些高能量场的地方啊，去高能量场的聚会，就是为自己开成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第三个方法啊，这个去高能量场的场所，不但是要跟正能量在一起，去高能量的人的聚会，还要怎么样呢？为自己开光，去高能量的场所。只有有钱的人、成功的人、正能量的人，他们都会去这高能量的场所。那么老师现在带大家到法国一个高能量的场所是哪里呢？是其中一个叫做 Dolce & Gabbana DNG 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店、一个场所、一个店，在 Cannes， 在 France。那么老师那时候的晚上要聚会，所以下午的就去那边。所以大家看这个 Cannes 这个 France 的 DNG 的这个场所有多高能量，非常的吓人，非常的吓人。那么跟着老师走的这位美女呢，她本身来自中国，不过她本身在法国住了七年，做了店长，做了店长。那么老师她呢，就是老师的这个 Sales Manager。老师去 DNG 有她招待，非常的热情，哦，像朋友似的。大家看这个 DNG 的这个里面还有 DJ， 里面还有调酒吧的这个 bartender， 全部都在 DNG 的 boutique 里面，在全世界没办法看得到的。为什么呢？在 Cannes 老师走红地毯的地方全部是超级富豪，所以他们的店面也是超高级无敌的高档。你想想看，在一个 fashion boutique 有 DJ 为你播音乐，还有 bartender 帮你调酒，你觉得夸不夸张？超级无敌夸张的。所以我们跟这个 bartender 在 Dolce & Gabbana 跟他讲我们要喝什么饮料，他就配什么饮料，有酒没有酒的都是在里面。所以这个呢也给大家看高能量的地方所服务、所请的人、所招待，一切一切都是高能量场的，一般人所接触不到的。那么在接下来呢，这个视频给大家看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更要看的，这个呢在全世界只有几个地方，新加坡都没有。这个是 Dolce & Gabbana， 是 VVVVVVVIP 的一个空间，一个房间里面，只有 VVVVIP 呢才能够进去里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老师带大家去看高能量场的场所。好，那么这个呢就是 DNG 在 Cancer 一般人所看不到，新加坡都没有的 VVVIP 的这个房间。那么老师现在带大家进去这个房间，给大家看这个高能量场的人才能够进来的是什么。这个房间大家看的呢，你看这么漂亮的金色的衣服，你知道这个金色的衣服是多少钱吗？
贵到不行，价格不能讲，因为贵到不行。可是老师懂它价格，现在老师秘密告诉大家，它的外面那个披肩是180万欧元，里面这个裙是25万欧元。你要穿上这件衣服呢，你大概要花上40万欧元来穿，所以它是全世界首付所买的 VVVIP。那么我们看这件男生的外套跟裤子，一手一针缝出来的，他们会派他们的缝这个人员会到你的府上为你亲自去量，你住在哪个国家都不是问题。这个大衣值欧元11万，110千，大家想想看，这套衣服110千，手工缝成的裤子大衣，只有这么一件，110千欧元，新币要接近20万，应该有吧？哦，应该20万，贵到不行，一般人看不到的。老师今天带大家看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四与物，这个就是高能量场老师所讲的。那么大家看这个首饰，看这个首饰，你到大家知道这个首饰多少钱吗？欧元25万以上跳，25万为底价往上跳，这个就是女士们的宝石耳环、手镯、项链，全部是手工打造的，25万起跳，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才叫做，我觉得这个才叫做贵，看到这个，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才叫做贵。所以大家看了，老师今天带大家看是最顶端的，最顶端的，在我们人世间，这些千万富豪、亿万富翁是怎么过他们的生活的？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办法看到，没办法享受到，更没有办法去品尝、去经验。所以老师刚好去走这个红地毯，去这个 DNG 最高级的这个地方，他们对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也带老师进去这个 VVVIP， 所以老师一看了也是吓了一跳。我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个世界？他们说有的，是有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想想看，一个女生的裙子跟一个披肩40万欧元，男生的西装11万欧元，这个是什么概念呢？真的是在我们无法想象的空间。所以这叫做什么呢？我们本身要努力了，要很用功了。因为什么呢？我们本身能够进步的空间非常的大，哦，非常非常的大。好，第四个方法呢，天天要干净整齐亮丽，做人穿着一定要卫生亮丽跟整齐，这样子呢也是为自己开光。很多人很懒惰，什么第一个懒惰的呢，就是早上不冲凉。如果你早上不冲凉的话，运不能开，没办法兴旺的，我告诉大家是真的。为什么？我们每天晚上睡觉，这个床上有几亿的螨虫，这个螨虫呢的食物是我们的死皮，所以呢晚上一睡觉的时候呢，几亿几百万的螨虫呢，几千万的螨虫全部附在我们的全身的皮肤上面来吃我们的死皮。如果早上一起来你不冲凉的话，就是为自己怎么样呢？减分。你就每天带着几亿的螨虫去上班去走街，你觉得你会开运吗？绝对开不了运，而且是倒霉运。所以早上一定要为自己加分开光，就是早上一定要冲凉。早上冲凉了，不管你有没有洗头，你就把水给淋，头发一定要淋，脸要洗，我们的身体一定要洗，把这个螨虫给全部刷掉，然后再碰我们的毗艺轩的我们的香巴拉的那个七轮的香，这个就叫做早上为自己开光了。早上为自己开光，你的运程就会非常好，你的频率就非常的轻，而且你频率会非常的高，光环就非常的亮。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非常的干净，而且把螨虫给刷掉。所以看看老师现场直播的学员们，如果你的习惯是不冲凉早上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改变这个坏习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冲凉的话，你再用再好的产品的话，我告诉大家会减一半，会减一半，很浪费。所以呢古人都讲了，起身一件事就是洗澡，
把所有的虫给冲掉，再用好的能量的东西在身上的话，像我们的七轮香，我们就会为自己开光，就为自己增光，就会怎么样呢？就会非常的走好运。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所以呢，而且第二个呢，不要懒。不要懒是什么呢？每天要换新衣服来穿，哦，不要穿昨天的不洗的也是没有办法啊。洋人不喜欢洗澡，为什么？因为天气太冷，所以有一个地方不洗澡，经济永远爬不起来。哪一个地方？哦，老师也敏感，也不要讲了。你去看那些国家不洗澡的经济爬不起来，哦，所以呢，尽量啦。有一个种族不足一个文化呢，每天早上要起早，以前呢，现在我不知道，就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每天早上一定要起早的，哦，中国、日本、印度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再来讲，脸上要带着笑容，每天起床洗澡见人带着笑容，也是为自己开光了。记得一个笑容一个光，所以呢，你看到每一个人你都笑的话，人家看到我们很欢喜，自己本身也开光，所以笑容非常重要。老师叫这个是给大家救命的。老人家的命很苦的话，看哪里？今天又讲回一点脸相，今天又讲回一点脸相。老人家越老越不走运，我告诉你，看哪里？看你的嘴唇的这两个角。看你的嘴唇的这个两个角，你这两个角往下垂的，就是这样，怎么讲啊？哦，也不会做啊。这个两个嘴唇是这样的，往下垂的。我告诉你，往年没有什么好运的。你看镜子，你的脸你就知道了。这个老师的秘密，老师建议跟你讲。哦，有时候我看到你，我都不好意思讲。哦，自己看自己。告诉自己，为什么他晚年在往下垂走不了运的？因为他脸很少笑，对人不笑的，绑这苦瓜脸，绑他的这苦瓜脸了，摆酒的时候，这个就垂下来了，就垂下来了，老年就没运了。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你现在看镜子，你的这两个嘴角往下跌的，老年没有运。所以呢，老师今天教大家，你要每天笑。笑的话，这个嘴角往上升的话，叫做开运，哦，在华人的传统里叫开运，啊，可以找整容师去整一下，嘴巴不懂能不能整，不要整成 Joker 就可以啊，整成 Joker Batman 的那看难看死，这个嘴角一定要老的时候呢，要往上看挑起来这样，啊，晚年把这个挑起来的话，就是走大运，越老越有钱的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呢，就在代表衰相，记得啊，这个是秘密啊，这个就代表衰相。好，第六呢，身上要用香水369，为自己开光。第一个早上冲凉，第二个呢见人要笑，第三个呢身上要用我们的七轮香来开光，早上要喷心轮左肩、头顶、右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代表什么呢？为自己开光，可以两层，可以三层，看你自己要什么。如果大家新的观众们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光用水箱，请你到中国的毗艺轩，跟我们新加坡的毗艺轩，哦，我们会教你，哦，就是用水箱早上在这个四处，哦，在这个四处也是为自己开光，鱼宝箱等等的。那么有学员说，老师，如果我要选一个我还没有用啊，你的自然的水箱来开运的话，那么先开运要用哪一个箱呢？很简单，246。246是为自己开光，第一层光，2号、4号、6号，所以246本身就是为自己开光。哦，这个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啊，增加我们的光环，这叫光环。那么呢，我们的花水炉，对不对？那么我们本身的花水炉来讲的话，如果说老师我要开光我的家，可不可以？可以。要点什么香来开光？那么老师今天讲了，开光你的家的三个香在花水炉呢，就是金刚王、慈航跟爱然，这三个是为你家的花水炉，为你的家开光，就是这三个香，那么就是金刚王、慈航跟爱然了。所以大家记住啊，金刚王、慈航跟爱然
这三个呢是为你家开光，就是为你家初步的有一个正能量的这个吸引力法则。在身上的话就是246，再来碰呢就是鱼宝箱，再来碰的就是鱼宝箱。那么大家知道现在是 Great Singapore Sales， 那么我们的 Shambhala Kodo 呢也有打9折 10% discount， 那么呢有一套的香水呢我们再打5折，再打 5% 再打 5% 95折 5% 那么买300元以上呢有奖有礼品赠送，有礼品赠送，赠送牙膏牙刷跟整个牙的牙盒，还有送什么彩妆，买几百块送彩妆，买1000块以上就送彩妆。这个五福临门也是为自己开光的，还有眉毛也有送啊，这个眉笔、眉粉啊都有送给大家。那么截止日期是在7月多15，截止日期在7月15，所以大家在这个整个6月到7月15买。之前呢买我们的产品，请我们的产品有打 10% discount， 那么一套的产品有打 another 5% discount， 买300元有送牙膏、这个牙刷跟这个牙盒，那么买1000块以上呢有送这个彩妆跟这个眉笔粉，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好的，给大家能够赠送礼物。好，那么呢第七个呢，身上可以带宝石，也代表也是为大家自己身上开光，身上带宝石身上带宝石呢也是为自己开光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带宝石的人都是什么人，成功的人，真的。所以我们只要跟成功的人做一样的事情绝对成功所以呢宝石本身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大家呢给算了28星宿还没有请宝石呢，可以到毗艺轩来看一些适合你的这个生命的宝石，所以可以带在身上。像老师本身就带这个宝石左右手各一个男生这样一个差不多了，差不多够了，这样子呢给自己开光。说的也很奇怪知道吗，老师用这个水箱每天都在用，碰床碰身上哪里都碰，那么老师一带上这个自己生命的宝石的时候，这个导演这个监制就找老师拍录影片，就走红地毯。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身上带宝石是其中一个为自己开光，为自己开光，身上带宝石。接下来呢，身上的配吉祥数字，所以看过北老师看过吉祥数字呢，在你手上呢写吉祥数字呢，就等于也是为自己开光。还没有算过生命数字的，如果有学员们有兴趣要知道自己的吉祥数是怎么样，要如何在身上配上你的吉祥数的话呢，也可以赵老师跟大家看，只要老师在新加坡可以安排时间，可以安排时间。所以这个呢也是为自己开光。脸上涂五福临门也是为自己开光，老师讲过了，脸不能暗淡，脸暗淡没有人会跟你在一起的，脸本身要光。所以其中一个方法呢为自己开光呢，就是脸上要涂五福临门，也是为自己开光了。第十个呢，耳朵跟眉毛要亮耳朵跟眉毛要亮，运要好，记得眉毛要有光泽，要有五彩之光眉毛要有五彩之光，耳朵要光亮润滑，这个是走运之相了。如果你要改运的话，你眉毛是干燥的，耳朵是黑的，我告诉你，你是走霉运，你是走霉运的。所以看那个老师一望都可以知道，老师每次看人看哪里，看你的眉毛，看你的脸光，如果可以看到耳朵，老师会看你的耳朵是光白亮还是黑干枯。如果是黑干枯的耳朵，黑干枯的眉毛的话，绝对是衰相。那么脸上又暗淡，鼻子又红，这里又黑，就是衰相。所以呢，人本身要加分，为自己开光，先把自己的脸先开光。你的五福临门一定要用上这个彩妆，印堂要亮，颧骨要亮，眉毛要光这个太阳穴也要亮耳朵也要润滑光滑，这样绝对是为自己开光的，绝对是为自己开光了。所以这个五福临门大家我是觉得非用不可，非用不可，因为一个脸色会带给你运气，真的。
有一句话就讲嘛，哇 ，Do they suck? Don't know whose face do I look at? 有没有听过这句英文话？超好笑的。Do they suck? Do they? You know, 我的运气很差，不懂谁的脸我看到了。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好笑的这个用词呢？是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光的脸的话，正能量的脸的话，会带给你好运。如果你看到暗淡的脸的话，也会带给你霉运。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脸上一定要光，不能灰暗。老师重复多一次，印堂要亮要用一号的，太阳穴要亮用二号的，颧骨要用三号的彩妆粉，眉毛要亮可以用贵妃的那个 body lotion 擦，沉香油擦都可以。那么或者那个金刚王的那个 body lotion 或者 body mask 擦眉毛，跟擦耳朵，跟擦耳朵，这样子就会非常的好啊，就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呢一定要亮。那么 Anthony Wong 也很搞笑，这个包青天哦，包青天的脸就会比较黑，可是有些人会黑中发光啦，黑中带暗就完蛋，可是他黑中发光的话就很走运。有谁是黑中带放光的？ Beyonce Rihanna 美国的大明星女明星，有没有 Rihanna 黑人吗？可是他皮肤是黑中带光的。Beyonce 世界 number one 的歌手，他也是黑，可是他本身也是带光的啊。这些人呢就是黑中带光哦，记得一点哦，记得一点。好，那么接下来呢，熏香洗脸洗身，这个 也是一个方法。就是老师有讲过，不是有那个charcoal 吗？那个碳，你放 frankincense myrrh 跟那个阿拉伯树枝烧起这个烟，那么那个烟老师有教过大家拿来洗脸，拿来涂在身上，这样子用的话也是为自己开光，把这个负能量除掉。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呢，是金刚王水香涂在左肩背后跟右肩的话，把负能量给除掉，也是为自己开光。所以这几样大家都得做啊，都得做。再来呢，双手指甲漂亮光滑也是走运之相了。如果你本身你看那个人脸上暗淡，眉毛枯燥，耳朵发黑，他的手的皮肤一定是不好看的，他的手的皮肤是一定是不好看的。所以一个人要走运的话，尤其你要找生意伙伴，你要找生意伙伴要开公司，第一个看他的脸，这里这里这里会不会亮，亮 pass， 再看哪里眉毛有没有光滑 pass， 耳朵有没有光滑 pass， 最后呢是看他的双手指甲光不光滑，手光不光滑，洁不洁白。如果细又细又白又滑又光的话 ，pass， you have tick all the tick， 好 ，tick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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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 这个人就是走运之相的了。哦，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是最基本看别人有没有走运，尤其是合作做生意的。如果全部都是黑的话，手也是黑的话，我没办法救了啊，有点难。那么还有没有的救？有了，有的救了。怎么救？五福临门，贵妃啊，这个润肤霜，金刚王润肤霜，还有给可以擦这里，也可以擦耳朵。这样子的话，要持之以恒，每天每天用，不能断，每天每天用，用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你的命运绝对非常快速的改变。我记得这一点，这个就是为自己开光了。你看，暗淡无色，孤苦伶仃之相。就是这些非常非常比较可怜这个在外国看到，现在有没有看到乞丐也好，贫穷平民也好，你看他的肤色，他的嘴角，他本身的神气都是非常的低能量的。那么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富贵之相，就是以下之相。通常你看美女会亮起来穿着整齐，五官亮，耳朵亮，手也滑，这个呢绝对绝对绝对是富贵之相，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之相了。所以这刚才老师不是给大家看老师在法国的视频吗？你看他们穿着是怎么样，非常干净整齐，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富贵之相。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开光，才有如此的磁场哦，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为自己开光就是给予自己翅膀，迈向你目标的前进。低能量的人是走路去到目的地，比较高能量的人就开始大脚车了。
然后大脚车的能量一上呢，就是开汽车到你的目的地了。所以能量场一高的话，成功率就越快就越短。能量场越低的呢，成办事能力比较差，所以他成功的这个路呢就比较长。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成功之路越来越短，越来越快，因为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走路大脚车到坐汽车，快速的迈向我们的目的地。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十年前的自己，十年后的现在，你是原地踏步呢，还是退步，还是进步？自己问自己了。如果是原地踏步呢，就为自己根本没开到光；退步的话，十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这是退步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叫做退光，光越来越少。如果你是进步的话呢，这个就是叫做开光了。所以看我们自己是到哪一个境界，到哪一个啊现在的这个地步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上课。所以呢，大家又学到另一个华语，华语是什么呢？现在是做到什么地步，你沦落到什么地步。为什么讲到地步？因为是这三个，你沦落到什么地步，你是原地踏步，还是退步，还是进步。所以呢，这个华语就是这么样子用的。老师手掌心痒痒的好吗？手掌心痒，你就要用金刚的那个沐浴润肤霜跟这个mask， 这样会止痒没有说不好啦，也没有说好不好，只是止痒最重要啦，止痒最重要。好，那么最后老师要讲的呢是什么呢？老师在这个11月6号会再开第二度的这个 NFT 的第二堂课，晚上七点。所以呢，有些学员们还搞不清楚，而且老师在第二堂课会讲好消息，超级无敌好的消息。所以呢，如果已经参加过老师的请了老师的 NFT Mandala Form， 跟还没有请的学员们呢，都也可以鼓励大家上老师上这个最后一堂课了。整个六月，因为我们七月就 launch 就没有了，想再要的学员们呢，就没办法了哈。就要在市场上去请购。那么还没有请的学员呢，珍惜这个机会，请购的学员们，我老师就恭喜你了。那么呢，在11月6号晚上7点，星期六，老师会开第二堂课，跟大家公布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供于给我们 NFT 的学员。所以呢，大家想听进一步的 NFT 老师的发展如何，尤其从法国回来，而且呢是怎么样呢？有什么好消息呢？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 Zoom link， 老师会把这个 link 发给大家，所以大家记录下来，在6月11号2022年的这个七点呢，会发给大家好消息了。好，那么老师今天几点了？9点19分了哦，这样讲也是很快。所以呢，今天老师的现场直播也讲到这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以及收听。最重要，老师要重复一遍，为自己加分，最重要的为自己开光。为自己开光，每一天都能够做得到是什么呢？早上要冲凉，冲凉之后要用这个水箱，晚上睡觉前用水箱。那么呢，五福临门也要用，耳朵要光，眉毛要滑，所以这个也是要光滑。那么呢，跟正能量的朋友们多在一起，如果有机会参加这个正能量的聚会、大能量的聚会、高能量的聚会去参加。如果要去场所的话，高能量场所尽量的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提高我们的频率。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学员，我们大家大 business class 了，这样子呢就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哦。那么老师也培养很多成功的学员，所以谢谢大家，希望两个礼拜后我们再见面了那么如果有学员要算生命数字命盘要请这个水箱现在有折扣，有送礼品，所以大家尽快的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家里谢谢老师花心心思与大家分享如何为自己 Kings 的磁场真的非凡，大开眼界，是真的。老师尽快把刚才发的视频放在 Facebook，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老师的 Facebook 或者 Shambhala 的 Facebook， 老师把这个视频再发给大家看，那是有声音了，更有感觉。好，谢谢大家，好，拜拜。